晚上到我们现场来关心我们中华民国未来的各位朋友，大家晚安，大家好。看到这么多朋友在现场，我知道大家心里面都知道一件事情，就是我们期盼改变，期盼翻转，对不对？哎，过去七年半，我们的日子大家都很清楚，过得并不好。民进党在中央掌握了行政资源，立法院过半掌握了立法资源，完全的执政带给我们是完全的失望，对不对？哎，我们回想一下，在疫情最紧张的时候，我们最缺疫苗的时候，民进党政府却不让疫苗进口，对不对？哎，前一阵子我们最缺鸡蛋的时候，他偏偏要垄断鸡蛋的进口，对不对？哎，结果我们看到的是我们国内诈骗案越来越多，诈骗案越来越多，社会安全网越补越破烂，我们的日子越过越辛苦。他们不要礼义廉耻，让我们的社会价值被摧毁殆尽，对不对？哎，大家都知道上一次的市长选举，谢谢我们所有桃园市民的支持，让我们桃园政党轮替，绿地变蓝天，对不对？哎，因为有政党轮替，我们看到了桃园的公共工程出了什么问题。公共工程是我们桃园建设的百年大计，怎么可以出问题？因为政党轮替，我们看到了在民进党的心里面，台积电只是个选举的拉拉队，对不对？哎，他们可以为了选举不跟我们在地的民众沟通，就直接把台积电放进来，对不对？对。我们也看到了，因为政党轮替，他们经济部跟我们以前的市政府可以一搭一唱，让燃烧资源的 SF 厂可以专案进到桃园来，而且最后一个厂的核准是在他们任上最后一天批准的。大家觉得奇不奇怪？奇怪。一个政党要谦虚，做得不好就要道歉。但是我们看到最近不管是蔡英文总统或是他们的候选人，每次在选举的时候都替自己残破不堪的政绩在擦脂抹粉，在擦脂抹粉。各位朋友们，擦脂抹粉能够把一个丑八怪变成白雪公主吗？不能，不行，对不对？但是看到他们这种心境，我们知道说这次投票如果再让他们当选，台湾就没希望了，因为他们根本就不知道改进，对不对？哎，所以这次选举真的我们要改变，我们在总统府一定要让我们的侯康沛进到总统府，对不对？哎，还有我们六席立委，我们六席立委都是一时之选，我们一个也不能少，要让他们全部进到立法院，对不对？哎，我们要他在立法院同心协力为我们桃园争取更多的资源，为我们打造更好的台湾，对不对？哎，最后我们不能让在民进党，不能再让民进党掌握立法院，我们一定要让国民党在立法院过半，我们政党票投九号国民党，好不好？好。最后各位朋友，请你拿起你手上的国旗，请你拿起你手上的国旗，下个礼拜六就是你捍卫这个国旗，捍卫这片国旗最重要最关键的时刻，好不好？拜托大家，谢谢大家，谢谢，谢谢，请善良。我最近试了一个东西，真的很有用啊，所以要分享给大家，那就是太阳星全效克菲尔益生菌。吃了两三天，真的有明显的感觉，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质变好喽。那你知道，这个睡得好呢，整个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专注，当然情绪也就变得更好了。
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，我才认识了这个克菲尔益生菌。它是由多支菌种益生菌所组合而成的，不但是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的正常运作，而且呢还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，非常的强大。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，把它叫做神仙的礼物。而您知道吗？有上千篇国际研究证实，克菲尔益生菌不仅是帮助肠道健康，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的器官，所以维持肠道菌总的平衡，这是解锁身体健康、精神健康的钥匙。对于帮助睡眠、维持好情绪，真的是很有感。也因为这不是药，有季节敏感、代谢困扰、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们，选择太阳星全效克菲尔益生菌，做好日常的保养，身体轻轻松松，没有负担。每日克菲尔，时刻美好 ，Good Deal Feel Good， 请上快点购为健康下单，也记得输入推荐码，有额外的折扣哦。